盘点网络上人类的尴尬瞬间。快快快，钓上来一个新鲜墨鱼。天气晴，风速正常，可以起飞。有的汽车你别看它破，功能照样齐全。这倒车入库就要慢慢的打方向盘，慢慢的小踩油门。哎呀妈呀！窄路会车，你只需要按下空格键，跨跳档轻松跨越。漂移真的很简单。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礼让行人，这样才算礼貌。看看这些骑手多帅，真帅真帅，我真的很羡慕他们。帅帅帅帅帅帅帅，是时候上床睡觉了。你们等一下，飞机熄火了，我出去发动一下。表演一招，空手接白刃。白裤黑人空手接白刃。打篮球一般防守，我都是直接无视的。今天比昨天多硬拉了5斤。我一脚下去，这机器估计也就啥事儿都没有。在公园散步，发现远处有一位美女。男人的快乐往往就是如此简单，有需要时就按它。下雨天最适合出门散步。我没事儿。第一次溜伞需要注意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你这样下次不带你出来玩了啊！哎，拔火罐当然要用这种大碗，效果才会更好。对，啊。给大家表演一个瞬间消失术。这些牌子都不可信的，你看我都碰了这么久，一点事都没。有了，这就叫后空摔。好东西当然要和朋友一起分享。这是复仇者的第二次内战，雷神大战蜘蛛侠。新买的高科技染色袜，每穿一次都会有惊喜。我发誓，我